队的水准啊，真的啦，你看他们这个帮忙这些战术配合哦，防守的强度，直接杀上去，买饭，没事没事，他自己会往后等了很久，短了，哇，这个球是弹出来，没有把进，出来先出来。好，左边左手上篮，丢丢进，用视野又快了，篮板球给李平，用身体呢拿下来，潘君伦打篮下，反攻可惜没进，这一个反攻插板没有进，哎，在地板抢球，地板上的球是啊，嘉良拿到了，哎呀，潘君伦这个球被吹了，全姐在跳脚，哇，全姐恨不得上来打了。反的反攻，我还有一个 stepping 踩完，然后我用左手。我想要每一种攻击都做一个，就是说一个外线，一个跳投，一个勾射，一个骑马射箭，一个踩步。所以我刚才都大概都有做到。真希望可以。你也是他的目标，他的目标跟我的目标。不一样，有点弯啊弯。好啊。一样。看到。哇塞。
五十岁，好不好？不要给我再闹了。五十岁，五十岁，太厉害！小胖，对，我刚整场的时候还觉得很开心，这是什么美梦成真的节目？真的，对，我没有不错，不太大。我上次一个拳脚我跟他打，我都不知道，真的，没有，我没有在，我连手都没有，我连手都没有。但我刚才有稍微，就是不是没有，我没有换，我刚才是我想要每一种攻击都做一个，就是说一个外线，一个跳投，一个勾射，一个骑马射箭，一个铲步，所以我刚才都大概都有做到，就是希望可以。这是他的目标，他的目标跟我们不一样。我第一个球我记得是大勾嘛，对，做大勾。然后第二个球投了一个外线，第三个球投了一个跳下，第四个做了一个骑马射箭，第五个反的，好，第五个没有，最后一个是下来对反的反攻，我还有一个 stepping 踩完，然后我用左手，耶。